自从在九日的演唱会上公开对章子怡表白后，章子怡也对这段恋情不再避讳，在汪峰发布新单曲后不久，主动转发男友的微博为男友打气。所有的这些糟粕都会消逝，只有你的音乐会留在这个世界的心底，加油 My Music Team。 近日章子怡前往上海赶拍新戏，恋情终于公之于天下，两人更像是新婚燕尔的小夫妻，一刻不能分离。汪峰专门从北京前来探班，与章子怡当众秀甜蜜，羡煞旁人。结束戏份后，章子怡回自己的豪华房车换衣卸妆，时间大概过去十分钟，房车门开，章子怡与汪峰一同走出。此时的章子怡已换上羽绒服带斑点潮帽，而汪峰则一贯朋克风格。在几位现场朋友的注视下，两人显亲密且大方，前后贴身上了一辆事先等候的商务车而去。